做了一个麻婆豆腐，是小张做的，然后还有一个醋溜白菜，但因为这个白菜是绿色的，所以炒出来不是很好看的样子。哇，这个豆腐巨好吃，搞一勺汤汁浇在米饭上，太下饭了，就是这样长胖的。昨天我刚才突然往右一撇，看到窗子上有一只巨大的蚊子，快你去搞吧。有点大。是在外面还在里面啊？里面。哦。哎。干在外面。在外面。啊、哦。我好大的蚊子啊！我正在看《穿越火线》，哇，鹿晗现在演技真的可以。我不脆弱。你怎么不唱啊？不想唱。要搞冷啊！谢谢 baby， 现在几点了？5:00。现在应该快5:49了，5:49了。然后我刚才跟小张说我饿了，说我突然超级想吃酒鸡，然后小张超级好，二话不说就去给我买了酒鸡回来。啊，又是长胖，但又很幸福的一天。好了，我们要吃早餐了。我们已经点完单了。我们点套餐里面的酸梅汤，哎，你尝一口，还是凉的呢。还不错。是吗？有点淡，但是我就喜欢淡。可是你喜欢我，感觉你的口味应该不淡啊。对，就是因为你太浓了，其他东西都整不了。我怎么不会记性快呢？哦，不错，这个汤。哎，真的不错。我的酸菜牛肉面也上来了。我的面是比你的面大吗？汤多点，这就是他把我在国内吃到的牛肉面，汤面有味道。嗯，他其他的面，其他地方拉面面没味道，只有汤有味道。看来你经常要来温哥华吃饭了，我再尝尝你的。这个真的就是我小时候和我爷爷吃的兰州牛肉拉面的味道，
今天是12号下午，然后现在可能5:30左右吧，然后外面的空气超级差，然后能见度也很低，整个天空都是雾蒙蒙的。哇，手机拍出来，我现在拍出来可能还高清一点，真实的可能比这个能见度还要更低一点，我感觉像是完全回到了北京，好怀念以前的天气啊。希望这些自然灾害能够少一些，今年真的太惨了。哇，这个鱼可太香了，还有4个贴饼子。但我最早之前开始来吃他们家的时候，那个鱼汤是白的，我也不知道，啊，可能那时候点的是不辣的。哇，配羊肉好嫩，吃羊肉没？嗯。这煮多久？它帮煮时间不长。OK。肥肠倒也长，鸭血跟酸菜还好。OK。我俩刚刚去买了名家烧腊，然后这个是脆皮烧肉，这个是烧鸭，应该是。当然是荤素搭配啦，搞了份青菜，然后这个是豉油鸡。我刚刚在那豉油鸡，我刚刚在点单的时候我就一直说豉油豉豆豉豉油鸡啊。好吧 ，OK。哦，我们俩刚才出门带的是那个 N95 出门，我整个人呼吸不上来，我到现在还特别闷。我们要吃饭了，然后这是昨天我们打包回来的三里屯的那个烧鱼，巨好吃，味道超级入味儿。然后现在在看《白夜追凶》，OK， 放这儿吧。减肥的我只配吃这么一小口口米饭。
自己做的特制调料，用盘子装的。现在只上来了一盘肉。小张正在拍给他的基友们看。我还点了个龙利鱼，不是小张为我点的，然后还有大油条，他们家大油条巨好吃，就是分量又很大，然后又很脆，然后煮进火锅以后软糯糯的，巨好吃。觉得我们点这个锅底只吃了两盘肉，他觉得有点不划算，所以我们又点了一盘肉。宝贝，你吃饱一点，今天晚上是没有晚饭的。啊，你不吃晚饭啊？你没有晚饭，我有。啊，你怎么不吃晚饭啊？多不好。他觉得这儿的那首歌特别好听，然后他就来用识曲听乐识曲。找到了吗？这是我的遥控板。